近日，女星白百合惊爆怀第三胎，她和大儿子一起逛街，被媒体拍到小腹明显隆起，像是怀孕，火速掀起网友关注，并且去年曾疯传已生二胎，被目击抱着一岁多儿子回家，如今再被拍到大肚，令各界惊呼。视频中，白百合日前和大儿子走出小区外，一边聊天一边走，感情相当融洽。然而镁光灯焦点集中在她的肚子，小腹看似微微隆起，引发怀三胎联想。由于她去年十月被狗仔抱生二胎儿子，也有人推测是产后身材还没恢复，但网友拿近期女性微博更新的近照称看着不像怀孕。据悉，她和前夫陈羽凡之间有一个儿子元宝陈胜童，现在14岁大，去年被狗仔爆料生二胎。孩子爸爸是传闻中复合初恋男友，也是知名导演张思林，但是传言从未对外证实，如今再度被拍到大肚，网友纷纷表示疑惑。前几日，白百合还晒出在豪宅中的生活照，身材纤细，戴着墨镜露出甜蜜的笑容，丝毫看不出怀有身孕的样子。